我们那边本地话是福建福州的。福州话，你好，你好，你好，我爱福州话，叫我。你好，你哦，你记得我吗？你记得我吗 ？Little bit. But last time not me, 就是 young girl. 我知道。哦。我知道，从香港来的女人吧。她今天休息。她今天休息。她会香港吗？没有，她只是今天休息 ，only today. 今天。我还以为你说今天。今天。今天。Good. 啊，这个好漂亮。哦，谢谢谢谢，好像好喝、啊。你也从香港来吗 ？No， 福州。福州你知道吗？福建我知道。福建。福建，我知道。你去过中国吗？没有没有，但是我知道在很多中国餐馆那边工作的人来自福州，他们大部分是福建来的。福建，嗯，我就是福建，那个女孩子，那个瘦的那个女孩子，香港 ，no， 她是，她高，广州，哦，广州，哦，广州在这里，香港在这里，嗯，我知道，那不是香港，是广州，我忘记了，那你们中文学的这么好，是老师教吗？还是自己学？中文这么好？我自己学，但是我教她，但是她会一点。他会一点点，你会比较好一点，比较好，嗯，因为我学了比较久，学几年呢？十多年了，多久？十多年，对。哇，很长时间。很长，对对。但是基本这样讲话都听得懂。我听得懂，全部。有点怀疑。你有点怀疑？嗯。何秋子言啊，何秋子言，你知道吧？何出子言？何出子言？哇，连中国的那种古语你都知道？口出狂言。口出狂言，我不是。我来中国，不是，我来这里才一年多。对。我来这里才一年多，但是我英语不好 ，my English 那个 ，so I wonder， 我不知道，可能也要在手机上学，还是去哪里可以学英语？在网上聊天室。还有在中国餐馆、中国市场可以练习。你中文讲这么好，你可以去中国玩。嗯，我一定会。但是我学的办法就是跟中国人面对面。我要练习中文的时候，我跟他们很多人，他们这样面对面的。可以就是面对面的讲话。对，还有几本书。嗯。几本书。那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学中文吧？每天花多长时间？我是没有时间，我因为下班就已经很晚了，没有时间学中文，学英文。我第一次开始的时候，我一天五个小时，但是我最近不花那么多时间学习。因为你现在会了嘛？嗯，我到现在会。但是五个小时。你没有上班吗？你没有，我是个老师，私人老师，数学老师，所以私人老师我教中文跟日文。你是个初学者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初学者的话，你要花很多时间学习五个小时或者六个小时，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我现在上班，没有很多时间，一天拿不出一个小时学英语。一个小时够了、啊。你并不是一个初学者吧？我知道，初学者就是 A B C 都不会那一种，就是什么都不会。不会我会，我会一点点，我会一点点。嗯，你可以拿筷子吗？可以。Hello folks, how you guys doing? Lao Shun here. Hope you guys are enjoying the video. Just want to make this video here, just a little clip here in this video, just to let you guys know that I do have a Patreon page. So, if you guys want to support what I'm doing here, level ups, everything I'm doing on this channel, check out my Patreon. You can check out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area. And
appreciate you guys' support. So, hope you continue to enjoy the video and peace out. 谢谢。啊，除了国语之外，你还会别的语言吗？英文、中文还有什么？你是说我吗？还是说你？当然，你。我除了英语就是 little bit， English 就是 little bit。本地话。我们那边本地话是福建福州的。福州话，你好，你好，你好，我学福州话，叫我。啊不。加恩，现在加恩就是加恩吧。加恩。It's good. 你是不是每个地方话都会加一点点？我会。我会。很有语言天赋。也许吧，也许吧。啊、所以说。你有啥脑啊？嗯。你有啥脑啊？我叫玲珑。哇，你怎么这么厉害啊？我的哥哥！我中意学北国语，所以我想学福州话，还有我想卡福州。Oh my god！ 也中意。Oh my god！ 你。啊、我想哭了，能讲到我本地话那边的，好厉害、哦，太佩服了。听了我本地话，我都想流眼泪了，很感动。你讲中文，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讲中文，但是你会讲本地话，我那边的本地话。广东话也会。广东话讲一点点。广东，我会很多。广东话。比如说我学识讲广东话，好多因为我学咗广东话的，学咗广东话两年，所以我可以同中国人倾偈。但是我讲我本地话，他们也听不懂。嗯，当然。所以说你讲能讲到福建本地话、福州本地话，好厉害哟、哦！一个外国人哎，这么讲本地话的。不知道我的心情现在，好激动哦！你吃惊啊！太棒了啊！你这个很厉害的，中文已经很厉害的，但是本地话你也能讲一点点，也已经很厉害的。本地话不好学。嗯，我同意。本地话不好学。你同意？你家人，你的家人在这里吗？都在这里。哦。我家里人都在这里。你结婚了？我已经很老了。嗯？我已经很老了。你很老了。嗯。你不想，我的小孩子都很大了。哇、wow, 嗯，比我还高。多大？多大了？15岁。十五岁。嗯。你呢？哦，不好意思，我忘记了。中国女人不喜欢告诉别人他们的年龄。No. Chinese people don't like the。就是美国人，他们说美国人不喜欢告诉年龄，中国人没有关系、啊。不是这样的。No， 中国人没有关系，中国人没有这一方面的，哦，不可以。美国人如果问他们就很不开心、嗯，但是中国人没有，随便说。我30几岁，快40岁。十？三十七。哦，37。那是不是快40了？你跟我一样。嗯。你跟我一样，我也是，我37岁。1981，比我大哦，比你大，我是82，你是82，你这样是属鸡的，对对，公鸡，你是属公鸡的，我是属狗的，哦，你是狗，哦，狗，我比你小1岁，但是我们那边会，就是你，比如说你是36岁，加上1岁会多说1岁，就是变成37。哦，所以其实我在中国是38，对， okay, 是这样的，嗯，38。他们什么时候算年龄？你妈妈是怀孕的时候？怀孕的时候，反正生下来就1岁了。哦、oh, ，That's the same though. So when you born, you're one. 哦，但是你们看上去可能也是很年轻哦。他们说很多像我们亚洲人。或者你们就是看上去 look 也瘦，对对对对。那个美国人的话，他可能
就是比较白的那种，嗯，他可能只有二十几岁，看上去就特别老，嗯，很厉害哟、哦，我以后要学，谢谢，要学英文，学很多语言，嗯。